喝的那些有用吗？无头明目吧。然后往里进，给我掉连击，前推没事儿。哈利波特这，我垃圾的夜战啊，善恶往后推，善恶出来，善恶出来，善恶出来，延迟好严重。强力掉了，出其不意掉了，啊，快成了呀！出其不意出来，妖总该你了，妖总。队伍图拉出来看一眼。我操，大哥，你当前图都不认识，你还要看一下队伍图？快点，快点！我操！你看怎么打掉是吧？高逼。哎，这个高逼我认同。可以。红的双特殊善恶出其不意的宝宝，这本是梧桐自己的授权，打掉了省500块钱给自己。梧桐上高息了，嗯，露着什么上？露着连击上，露着强力上，露着强力吧。强力别动，哎，强力不动可能出其不意了，出其不意上来。出其不意没掉，出其不意稳的，出其不意是稳的。看第一个必杀，王哥，必杀合纵。敏捷，夜战，夜战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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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夜战了，夜战吧 ，OK， 夜战。操！掉的是后排啊，掉的，哎，我操，合纵掉了，我你妈，梧桐你得全红了，我操，全红这子，我操，要全红，我操，太出神了，要全红了，妈逼的，哎，我操，太他妈出神了。尴尬了，哎，我操，轮到我了，轮到我了，妈的啊！啊，啥技能他都忍了，就他妈连击忍不了，他妈一致加这点伤害都他妈不够连击掉的，连击他妈掉25%，出其不意加他妈15%啊，一致再加10%，两个技能换他妈一个。王哥说实的话，零四也是可以上，但高级一致好一些，肯定是高级。跟神佑这种宝宝要是零刃的，基本上出手三次肯定就给人都干飞了，都清场了。肯定，这只宝宝出手不了几次，其实。兄弟们，送给梧桐一波666，让梧桐上路。全红，这本书是我的。千万不要去，要不就全红。敏捷掉了。敏捷。梧桐，这本书是梧桐的是吧？没事，梧桐，这本掉了，我跟妖总给你666，把一致增额的钱给你补上。王哥，别看连击，连击如果不动的话很慌，还是看其他位置的吧。那就在最后一个位置，高级一致在最后一个位置，这是狗垃圾的。第一个从头开看，必杀你熟悉的，对不对？夜战你熟悉的，偷袭你熟悉的，下本是这个是善恶，然后这个如果连击没掉就是连击，连击掉了。和善恶其中选一个，连击善恶掉一个，梧桐要不就成全红，全红，全好，牛逼！操！最后一关掉，哎，这个是谁打掉的来着？哦，狗拉操！
很难受。最稳定。这个宝宝打成了，真的没价。哎，我打掉了，我打掉了。但就是要是掉贵书就不补了，就掉贵书就拉倒了。嗯，就补一本壁垒，掉啥就算了。嘛，那你就打一本壁垒。下本书是我的了。如果不掉那个强力或者连击的话，就不补了。掉强力连击的话，随便杀人壁垒，真狠。啊。掉高偷了，高偷要不就先不补了。哎，不补你打都打了，那就继续吧，偷袭了啊。觉得有点刚刚那个那个支付宝的兄弟，你再私聊我一下，我刚刚那个信息被关闭了。一致出其不意。哦，强力壁垒，好，拿的明显。这个吸血先不要了吧，我觉得直接上强力就行了。没有。动一动，一致去了前排，凉了，敏捷掉了，没凉，敏捷掉了，没凉，那肯定不敏捷了吧，对吧？古拉基，刚刚那个碰瓷的兄弟们，要掉也别这边掉，完了，又得秒钱了吧？啊，秒吧！我操，杀人壁垒。出其不意。